大家好，今天来简易修答古文神庙。它位于地图负0870-0423-0049这个地方。这关的主题是惩风之物。第一关把风扇移到前面，再跳上去滑翔翼就可以过喽。第二关要涉水，所以将风扇结合木板做成小船。再乘船过去就可以过了。第三关右边有个宝箱，中间是通往出口的方向。先将风扇开启，粘在右边的木板上，木板就会平躺下来。再用通天术上去就可以开启宝箱了。之后将两个风扇都粘在这个下面，就可以靠着风力上去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小峰，我们下次见。